到了第三，无所有处。你觉得说，这个除了为事以外，除了为事以外，事也是没有的，事也是空的。你起了这个事也是空的的念头，你到达就到达无所有处，到了无所有处，作念万法于外境，内事一无所有。你把事也认为没有了，你就到了无所有处。